着？高粱米水饭就大葱蘸酱，辽宁和山东的混合吃法。这就是人生的一种生活态度，知足。刚子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啊？哎呀，怎么的？着火了？中了！二胎怀上了？讨厌！你买那彩票中奖了？啊？嗯。都买这么多年彩票了呀，一次也没中上啊！你看看，啊，这是不是你给我写的彩票那号码？是啊，我挨个都对了，都中了。啊？嗯，真的吗？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看你看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没有，你咬我一下，咬我一下，使劲！完了，假的，一点都不疼。什么假的？刚才我太激动了，咬我自己了。你看这红的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米啊，啊，真中了呀！真中了！中多少啊？两万。多少？两万！高兴吧！哎呦，我的妈，中两万！对呀，大米啊，啊。中午跟我去一趟海鲜市场，干啥呀？大葱不吃了，啊？买大虾，买像葱这么长的大虾。干啥呀？回来我蘸酱吃。你妈，瞧你那点出息吧，大米。啊，咱们不是马上要买车了吗？对呀，这下行了，啊，钱富裕了。对，买档次高的。那就买自动挡的。不行，啊，那不行，不够挡。啊，买六个档的。推土机呀。那就档次低一点的。对，五个档的。行。大米啊，啊，以后咱们要再出去买菜的时候呢，咱就不能走着去了，啊，咱得开着车去。用不着，我上菜市场买菜走路才三分钟。去远一点的菜市场吗？哪儿啊？葫芦岛。啊，到葫芦岛买两个虾爬子，咱再回来。我跟你说，啊，你记住了 以后咱们去买菜的时候，路过高速公路低于10块钱的，咱不能去。啊，老公，哎，你太厉害了！啊，哎呦，哎，等会儿，大米啊，哎，哎呦妈呀！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两天我就觉得颈椎不舒服啊，刚才你一晃我以后，我一下就血就上来了，是吗？哎，我通了，哎，是吗？哎，我怎么有一种飘的感觉呢？哎呀妈呀！哎呦，是吗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再能晃的我很飘。那咱再继续飘。你再晃一下，我就特别舒服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最帅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最强。哎呀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这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你最棒。老公，老公。住手！干什么玩意儿？大姐，就你这大体格子，再把大姐夫给摇报废了。你大姐夫今天就喜欢让我摇他，越摇他越帅。啊，大姐来，你摇我一下，让我也帅一会儿来。没有，你怎么摇都废了。什么？师傅，哎，你觉得你大姐夫今天，哎，帅不帅？啊？啊？帅什么帅？这叫自恋。你瞅瞅，让街坊邻居们瞅瞅我大姐夫，哎，嗯，哎，往这儿一站。哎，就一个数字2，什么意思？你还什么意思？街坊邻居你们看看啊，哎，12年的衬衣，02年的裤子，92年的皮鞋，82年的袜子，两口子往这儿一站，哎，就是非常2+1啊。哎，一啥意思啊？一对奇葩的夫妻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我刚才我一直有飘的感觉，这小子一来我就咔嚓落地了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你两口子你得感谢我，我是用炮把你轰下来的，要不然你还云里雾里边呢。钱水川，干什么？你净打击你大姐夫积极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大姐夫买那彩票中奖了。哟，哎呦，新鲜嘿。大姐夫，真的中了，中多少？哎呀，你看自己都知道自己二了，很好。妈的，我中了20000块钱，两万的，对，哎呦，太好
大姐夫啊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这2万块钱一辈子都别花了它。哎，我建议你两口子把它裱起来，每天在我大姐面前面晃悠，我大姐夫好晃悠你，让你越来越帅呀、啊。哎，田志发，干什么？你就不看你大姐夫好吗？你看你大姐夫今天多高兴哈、我就看不了他高兴。